帝君小人，你快点回来吧。等你回来以后，我去找你拍把片，到时候我故意输给你，让你开心好不好？我写的信马上就要开演了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一定会回来看的。你是帝君，你不能食言。 今日，便让这玄心岩为仙君下一场雨吧。来，我的肩膀借你。先是炎诞，以创世英雄传一戏，感谢诸神众仙的创世之功。愿三界再无战事，永志不忘已是先烈。此戏理应夺魁。 你是不是做到什么好梦了？梦到你自己心爱的女子？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这仙士身上为何会有汉檀清香？他难道是炎丹？天元君，走！不，不走！快走！快走！不走！走啊！走啊！ 取心救人之法凶险无比，剜心者痛不欲生，先例大减。一个疏漏就会元神俱毁，白白折损仙命。帝君慈悲，早前便执意拒绝了此法，但现在是真的束手无策了。四叶撼胆之心，我的心能救他。 为何有伤？我没什么。我昨天晚膳的时候，不小心把自己的嘴唇咬破。这是陈花簪，万年灵木所化，有治愈疗伤的效果。 你叫谁？你呀。今日之后，我们永不相见。这是告别的礼物。沉香里的安眠散，最多让燕燕君昏睡一炷香，必须尽快炼好解药。 再睁开眼睛的时候，就会看到我。你发现我是炎丹，会不会吓一跳？仙灵受死，心脉皆乱，既是剜心之相，又有雷行之境。纵然所有证据都指向。 但我这颗心告诉你，绝不是你，我能安然归来，只因有人剜心相救。芷溪与你无话不谈，他可曾与你说起过此事？没有，这件事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。芷溪现在一定重伤未愈，你赶紧回去看他吧。不送了，请回吧。 我现在终于知道，为什么天界要借情了。
情真的好痛苦，真的比天雷还痛不欲生。比起痛苦，我更不想忘记他。在迪亚那段时光实在太美好了，实在太怀念了。应元君，他是你偃戌天宫的人，刑罚如何由你来判定，但是此人居心叵测，绝不可再留在偃戌天宫。毒海仙官将颜丹押入天牢，三日之后本君亲自送往天刑台领罚。你受苦了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对不起，我以为我们可以一直这样手拉着手走下去，我以为我们永远是最好的姐妹，可我没有想到，没有想到我们竟然走到了这一步。燕丹，你舍得将这沉香炉焚毁，定是对我失望透顶，可只有让你离开偃戌天宫，才能令你彻底断了情念。本君已查明，这毒便是你自己所下。颜丹本不应该受刑，该上天刑台的人应该是你。早知如此，宁愿邯郸之花从未开过。欠我一份情，作为补偿，我要你亲眼看着我走进夜王川，亲眼看着我把你忘记。吾已取出你部分仙意，待其散尽，你便会忘记此女，之后刑罚自会解除。